号角响起串红，工作满满满，差点忘了自己还是新兵。两人日前难得重返剧组，耗子居然敢耍大牌，和其他演员争戏份。你看我平常都不讲话，那么用力怎么等这一刻？就刚刚去看两个 monitor 都没有我，这个人好受伤啊。抱怨无效，耗子为了抢镜头，竟然像个要糖吃的小孩，使出大绝招。我单人跟我他们要讲的。等一下。号角响起，毕竟是共同体，争戏份抢第一。那么演技呢？现在不敢穿哦，你有会啊？我穿我真有会。亲爱的，不疼。系好你家。把小人当人不管了啦，我嘛是从头到尾甲对条条，这也终极保镖啊。小燕，连家己女朋友你都出卖，这是我甲小燕台词都没背熟 ，NG 再 NG， 这般演技到底如何？就让士官长刘湘慈来评评理，总该公平了吧？导演有说我们 NG 前三名，笑场我就说笑场 NG， 然后好像耗子还是阿翔是第三名，没差，反正他们团体就号角响起第三名。壹电视苏佩玉整理报道。